俗话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张专属美人脸，堂主张翰也不例外。有网友发现，张翰工作室新签约的女艺人池宁宁竟然同时撞脸了古力娜扎和堂主本人。看看张翰工作室发出的这组写真，池宁宁不仅眼型和娜扎十分相似，连眼神都充满了同样的异域风情。当她笑起来时，下巴又和老板张翰的弧度完全一致，这样专一的审美，小八哥也是服气的。每逢讨论艺人演技，首当其冲就是哭戏。近日有网友把多位明星痛哭时的眼泪劈掉，演技立马见真章了。杨洋没了泪滴，还有青筋暴起，看得出悲伤至极。凯特王的哭戏可以完全由表情传递，胡歌的眼神嘴角尽是忧郁，李易峰抹掉泪水仿佛呆萌望天45度角，张艺兴没了眼泪瞬间定格 JPG， 还需继续努力。女明星中，孙俪眼中好像一汪池水，哭得最彻底。刘涛和赵丽颖就算劈掉泪水也能看出痛哭流涕，朱茵的情绪都融汇在双眼，不需要泪滴。仙界三美刘诗诗、唐嫣和大幂幂虽然这2年的演技大有进步，不过曾经都是只要一哭就出戏。明星们，哭吧哭吧不是罪，提升演技可不能只靠干流泪啊。